前面就是最后一个项目了，不要松懈。离找到老爸又更进一步了，等找到了他，我要用卡斯兰娜家的奥义从不撩裆，好好教训他。齐格菲卡斯兰娜的女儿原来是她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孽缘吗？那么在我构建下一段记忆之前，先暂时醒来吧。别跟我提了。